不是一件日常的吗？我需要干嘛？我想一想，最近的宫廷联赛我们讲，好像还没讲完，对不对？那就先打吧。有打就有奖 的样子，听说啦。百花也讲了，婷婷也讲了，琼雪呢？那琼雪玉桂就是我们的，琼雪玉桂。Can you?所以主线再玩一下好了，不然这样太无聊。屁啦，那怎么办？气势啊，所以我们要提升全部的那个下集吧。好久没聊天了。